arrivé, il a tout changé. Le petit succès depuis le temps, tant rêvé. On est现在在巴黎的地铁上，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了这个地铁。坐吧。9:12。现在10:00，我们还在车上，还在一个坡上，然后他已经开始闪灯了。我们现在就在埃菲尔铁塔的脚下，刚才太饿了，然后在这附近吃了一个日料，没想到老板和老板娘都是中国人。我们一起去巴黎铁塔，去布拉格脚下，快走吧，我们找好地方，一会儿亮灯了。铁塔的正中央，然后一会儿看一看那个对面的夏洛宫，晚上可不可以上去。现在是法国时间1:42，这是我的沙发床，这是我们住的 Airbnb， 我们就是看一看他们睡了没。查水表，就是中间有那个亮光，就能看到他们在玩手机。他在玩手机，我并没有。那你是被照亮了你的脸。早上好。早上好。我们早早的起床了，今天要暴走很多的。巴黎市著名景点，我就吃个三明治就好了。我也觉得，我们就点个三明治就行了。为什么想不开点一个法棍的三明治？这个棍，就是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硬的面包类食品。C'était mon tour d'avoir du succès. Les ailes déployées et le cœur léger. Je me suis grisée de petits succès, mais je suis retombée. Peu de temps après, le petit succès ne m'a pas épargnée.穿过那个杜勒丽花园，就来到了卢浮宫。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卢浮宫里面，然后是从这面这个入口进，就是一个商场里面的入口，完全不用排队，没有一个人在排队。蒙娜丽莎的展馆，哎，但我觉得今天人不多，哎，比我之前照片上看的那个人少很多。前面就是蒙娜丽莎。来到了旁边一个商场里的一个 restaurant， 我吃了一个17欧元的破饭，他们勉为其难的吃了麦当劳。卢浮宫真的太大了，我们大概走了也就1/5吧。
走到断脚，就已经断脚了。我们的下一个景点是巴黎皇家宫殿。这边也是巴黎的景点之一，这个叫新桥，后面这个叫艺术桥。我们现在准备通过新桥，然后去到巴黎圣母院。微笑在天上月亮。哎，这位中国同胞，您在这儿干嘛呢？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来来，大姐，先给你。收欧元，收欧元。来。那奔驰呢？taxi啊。我们的车来了。Yes。是那个牛排跟薯条，然后你点了牛排跟薯条，可以之后就可以无限的续。我刚吃了两盘，这一排警车。我们已经回家了，但是他俩出去吃宵夜了，我呢就吃宵夜。所以我就在家里看乡村爱情，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体验，就是在法国巴黎看乡村爱情。